認得呢個鈴聲咧，2017年1月9日 ，iOS 作業系統已經10周年啦。今日eSong.hk 帶你大回帶。我哋而家咧日常成日用嘅 Capital 功能 ，iOS 3就梗係冇啦。iOS 3 iOS 10單係呢個解鎖嘅畫面咧，已經有分別噶啦。Slide to unlock， 撳一個掣就 unlock。睇下啲 icon 都有唔同嘅分別噶。雖然咧呢個 iOS 3就唔同以前嘅 iOS 1有個 SMS 位，但係咧都同舊版咧個 icon 有啲分別嘅。見到咧明顯比較大分別嘅咧呢個相片唔再係呢一個向日葵啦。看看相機，以前舊版的呢不像現在那麼厲害，有那麼多不同的 setting， 只是單單按一個掣拍照和拍片。現在的控制中心以前都沒有的，打開個設定看看，現在的設定有很多很多選擇，以前的設定你看多簡單，按入一般都是差天共地啊。看埋啲 apps 的界面啦，以前的天氣畫面大家還有沒有印象呢？有沒有好懷念啊？ iOS 的作業系統經過10年的洗禮，新加了很多個人化的設定，方便了一眾的用家。拜拜。